你这上。
但是更便宜呗，七八百就可以了。一个大五十的收费，最多收费一千块钱。啊，对呀，收费多少？收费这样收500块钱。这样就是一直打一下，就要1000多。Thank you.
昨天晚上就这个位置是吧？Thank you.